有啦，往石头里看就看到，有，看到了，再追了，要追，要杀了，闪闪的第三条命，真是断尾不了了，没得断了，第三条命，其他地方好像还是 peace， 闪闪要上来了，要叠上去了。旁边直接挖开！挖！来不及吧！来不及！被挖了！一个人不行！被杀了！没有尾巴了！闪闪要拼了啦！拼了！不行！被打脚胶，岩浆烧，烧不到！没有，闪闪，你的水要放头上挖，要爆了！狙！哎呀，我都给他们了，没损什么血就收掉了。对啊，那还不是迟早得死哦。第三条血，第三条命被我花完了，那要投10块钱续战。太惨了，闪闪无法再断尾求生了。为什么？你看，如果你们一开始就跟小鸡一起奋战，说不定就不会这样了。说不定会灭了我。小鸡死的太突然，直接死掉哎、欸！你知道闪闪、欸、你们在棚旁边呢、欸？闪闪，你就像壁虎一样啊，被抓到，哎呦，先断一个小鸡尾，恶灵遇袭啊，再断了他自己头。哎、欸，他进到了，不要再走了，好不好？你应该就知道到了吧？太垃圾了！有啊，大致知道。看一下哦，还有哪边比较近啊？黄队在上面嘛，红队在旁边，蓝队、啊、灰队呢？灰队了，没看到灰队。灰队在最上面。灰队在玩水啊！在玩。灰队在玩划船呢、啊。对啊。怎么还在玩啊？我从刚刚打到现在还在玩呢、啊。回来了。哦，那灰队有可能跟黄队我们对到。对，地表。只有两个人的，收一下，有机会。他们在钓鱼啊！收一下，你们的人在干嘛？没有，我们这个是最好的战法，因为我们没有甘蔗，就只能拼运气钓鱼了。嗯，要铁针也没问题。我就走上来了，爬上来了吗？爬山喽！来，红队很分散哎。我们等一下，鬼鬼就掉到一个附魔书，跟我们讲强力五无限火焰。我现在严重怀疑红队不合，有没有？红队不合是不是？对，红队不合。太远了。所以珊珊，你有甘蔗几个啊？超多，17。17个甘蔗，就这样送给繁星了。欸、地上的甘蔗都被你收掉了，都可以做。太扯了，都可以做书柜，我的妈呀！我们都找不到啊。我们就没钻石啊。有啊，3颗在巧克力手上啊，1颗在你手。就有人抖内啊。哇！哎、欸，你这个你断尾求生，我也觉得你没什么好算啊！不要再怪你了，小弟。我没有，没有。开战，开战！送20一颗就丢出去，之后说20还我，那就又还他。小金，你一定要看这当时啊，他们两个就直接往旁边洞就逃走了。我们原本在那个洞啊，小金在钓鱼啊。他完全没有想要跳出来帮忙的意思啊！有，他马上顶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我懂的，这不是心结啊！是啊，灰队友要靠近的意思吗？去杀黄队啊！好像越来越接近了、欸，要杀就来杀，鬼鬼没有在畏惧的。鬼鬼有没有看到？鬼鬼有没有看到他们？没有，小友看到，有看到，鬼鬼看到。先氪金苹果，我们有功，不用怕。你们有3个人，不要怕，剑士很多啊，要打就趁现在啊，从、欸、上而下打、啊。哈基他们在垂直出级啊，鬼鬼，他要到哪个平面呢、啊？鬼鬼，你不出级，你们就会被开箱就衰了，开箱真的很不利。对啊，为什么没看到、啊？杰克终于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三，看到，有，接近了，太慢了，有点太慢了，但还可以，快点！哇！决战！快点！决战！决战！金苹果克了我们很多金苹果。决战顶过！哇！被开了！太慢了！哇！大岩浆！没关系，堵住！没有办法进去！这空间真的很小啊，但是还可以。
他们零三 B， 他们零三 B 其实蛮近的，可以挖得开，只是他们要不要挖而已。对啊，可以了，直接往下挖可以。小雨，小雨，你吃金苹果，小雨先吃了很多啊。一直到岩浆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有成果的。对啊，这岩浆没屁用啊。有种下来啊！要下要下啦，一个人要 下，一定要下哦。对，一个人在下面，其他人往上从上面下。老师在干嘛？干嘛？老师在干嘛？哎呦，你是觉得新阿姆斯特朗旋风喷是阿姆斯特朗炮吗？原来是这样吗？盖个直直的。打吗？不打吗？不打哎、欸！还在造岩浆。哇哟、哦！他们是在灌蟋蟀哦。敢下来就炸死你们！灌蟋蟀，灌豆糕。想说可以灌出来。走其他地方啊！走其他地方哦。灌不出来啊！哦，他们要做引线。然后会不会被烧到啊 ？TNT 会不会被岩浆烧到？要看他。他有连接到吗？这角度应该还好啊。鬼鬼主要是怕他们下来。下去打啦！鬼鬼，你们可以挖旁边，挖上去战斗了。战斗，战斗，战斗！你们不会输，有攻战。战斗，战斗！说明他们身上有我们要的。对啊，我觉得灰队打得起来、欸。灰队很保守、欸，一直在灌蟋蟀、欸。对啊，那个、啊、娘娘嘛，有新来宾，不能怪他们。战斗，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在这边战斗？不是啊，他这个岩浆乱放啊！我靠！我靠！不要这个真的是乱放哎、欸，这个地方。对啊，盖家了，盖家了，是不是的负担啊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哎、欸，他们又继续在下面安心的钓鱼了啦！钓起来了，就这么近也打不起来，我的天哪！好战分子是不是都死了？死了。你好，好战分子都死光了。下面也打不起来，还要再一阵子。红队有机会啦，我一直觉得红队跟蓝队有机会打起来。可是红队没有附魔装，欸、他们血很惨的、欸。这一场其实我们这一队挖超多黄金的、欸。哎、欸，红队来了来了来了，他有看到吗？没关系，这距离，这个发亮不可能不看到嘛。因为你要在那个空心的地方，在实体的地方都会看得到，然后在空心的地方，他现在是看不到。对，他现在应该也看不到。不过还好啦，这个发光只要靠近都会注意到。可是怕是说挖到路的话，就很快就接近了，因为他们快挖到他们的洞了。嗯，上面在盖甲啦，拿起来啊！拿起来！你们这么近，你们还在当什么好邻居？不要再好邻居了，排错系列了。他们直接。一直上去，上面在钓鱼，下面在钓鱼，上面在灌蟋蟀，没有用了啦，早就堵起来了。你们在干嘛、啊？鬼鬼现在也在等他们，到底是下不下来？对啊，对啊，感觉两边的心脏超累，有的往下、欸，想往下逃，压力超大。不会啦，没什么压力，金苹果很多，这打了赚、哦。没有没有，看到团长他们看，团长看到了。有他带领他继续去打了吗？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，哎、欸，两队往中间了。那个、欸、秋风，你们有攻吗？逃生好不好？让子绿队跟红队打起来。秋风，你们那队黄金跟攻有吗？攻有黄金，我不知道他们多不多哎、欸。哦，如果先打起来，那个绿队就很优势哦。绿队现在很优。对啊，三个人又有附魔、嗯，上面应该不会打吧？你看、欸、上面是不是有人绕出去哦？没有没有没有啊，没有没有，上面就鬼鬼开始往下挖，先做一个逃生的地方，然后小雨还在钓鱼，小雨相信你的运势，上面这应该是打不起来了吧？应该无法，没有要打了。但是鬼鬼都下去、哎，他们这样应该是打得起来、啊。他们就没在看呢、啊，好邻居啊！这个好邻居好太久了，哎、欸，是想要往下跑是不是？他们好像发现那个，又发现那个，团团他们要上了，团团他们上来了，他们这个上来也太柯南了吧？对，哎、欸，这是我们遗留在这个附魔台吗？好像是吧？哎、欸，得红队用哦。啊！这
的假的？哦、真的是送附魔台、欸哦？不是吧？对，为什么附魔台没有挖走？太好了吧？都放在地上哎、欸！真的吗？这不就是送？去问一下，去问一下。在，他们还在附，他们应该在中心点，他们应该是在中心点。不好意思，冒昧问一下，那个附魔台是你们做的还是蓝队留的？我们自己做的哦，我们刚做出来的新鲜的热菜、哦。好好好，没事没事，好奇而已。加油加油！您问，真扯。没有，那他们做的、啊，他们做的，他们自己做的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刚刚过去问他们，刚做的，刚做的。我还以为他是没有带走的嘞。对，这太这优势也送太大了吧。没那么傻，没那么傻，没事。没有这么傻哦，好险好险！哇，他们这个往上也有可能遇到黄队，附身在鬼鬼身上。我还会先有水，那个视野很好笑，他完全不敢离开他们的视线。对啊，就完全盯着他们钓鱼，盯着死死的，边钓鱼边看他们，然后边钓鱼。这也太累了，好累，压力已经超大。他们应该不会下来了吧？我觉得应该不会，感觉就不会。我觉得鬼鬼他们是。Love and peace， 对啊，都不敢。这个个性是需要有人怂恿他，一旦怂恿，专心钓鱼了。娘娘正想说，我第一次来参加，我的愿望是到小房间，应该是这样。那应该不会啊，鬼鬼也是挖个逃生路线。哎、绿队也靠近中心了，哎、蓝队应该上来了吧？蓝队该走了吧？快闪，快闪，快闪！还好他们有楼梯，所以可以往上爬。对，然后可以挖那个，然后就把楼梯挖掉就好了。有没有？他们往上，然后像绿队跟红队相撞。心机，心机，可以可以，还是过去招惹绿队、啊啊，然后再招惹红队，然后我们两边都过来，他就逃了。我也是觉得这样最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心机重哦，最好把附魔台留在这，再看到有附魔台，顺便附了一下，别队就来打了。啊子，哎，绿队越来越近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，在后面，来了来了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哎、欸，好像没有发现绿队、欸，应该他们还在给装，很近哦 ，PP。他们好像没发现绿队，他都只看前面没看后面，二十格的范围哦。哇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还好啊，他说要走应该来得及。后面后面后面，有没有看到啊？看到看到看到，有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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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马上，马上举攻！他们要打，他们要打，他们要打。他们要打了吗？有金苹果嗑下去了，金苹果嗑下去了，嗑了金苹果，然后往上跑，收了附魔台走了。贴贴哦，石头里面是石头，铁簪留下来了。哦，他要从这边射哦。对，从上往下射，这挡不住，这挡不住。哦，繁星繁星，繁星切一下这样子，繁星上面的看到了吗？射他。繁星也在射，下来了，要射到吗？没有，射不到，没有，没有，太远，这太远了，太高，太高。对，但是他们反过来可以射啊。他们要射吗？啊、不射了，好像没有，太突然了。他们可能团团的箭矢不多吧？对，可能可能。我也觉得应该是箭矢不多，没有办法好好打。嗯、哇，还扔垃圾，他竟然扔垃圾，垃圾战法！不要扔垃圾啦！嘲讽。好坏哦，好坏哦，扔垃圾嘞！这你能忍？出来了是不是？应该要挖了吧？他们不挖吗？繁星，不要再忍了，上了，垃圾！都成这样了，垃圾哎、欸，一直在扔垃圾。我现在扔的其实没有垃圾，他其实他还扔历史哎、欸，给人家弓箭是不是？历史还好啊，那也算垃圾啊，自己挖也可以。然后我们再补充箭矢。嗯，啊，这各居一方哎、欸，射得到吗？看来要小房间啦。来，下面有那个啦，水倒不下去哦。我还是很好奇，那个红队要不要挖过来？应该还没要挖吗？其实他们应该早就该开挖啦、啊。他们可能还在弄附魔，有没有？还在丢，还在撑冲那个等级啊？等一下就。边界就要来了，有啊，看得到边界了吧？这个角度可以了吧？有啦，他们这个角度看得到啊。对啊，边界好啊。绿队一直抬头，一直抬头。哎、欸，对啊，红队没有先挖路，看到边界了。
已经看到边界了，该弄了，该走了，该走了，真的该走了，该走了，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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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还有十分钟，还有十分钟，紧张紧张。我觉得上面打不起来，下面应该会打起来。下面，下面应该会打起来。红跟绿是最有可能的，现在完全不会打。对，上面不可能打了。哦哟，哦哟，嗯，下面打起来也比较刺激，他们战力非凡啊。有两边战役非凡，哎、欸，他们直接往上挖、欸，哎，他们没有要往前挖，是不是？嗯，是哦。这也要 B 站吗？他们要看到绿，他们有看到绿队吧？这不能挖 B 站。没有，他们之前有看过蓝队，所以知道蓝队在那。哦，他们直接往上挖、欸，哎。对啊，居然。居然吗？有附魔可以吧？一二三四五，要。